要提技术嘛，好的，点进去你就会看到啊，争取第一，然后他有选了什么？他有选这三个，哇塞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譬如你看他选的台北，这个是争取第一，然后他国立大台湾大学，职能治疗也有，对他也有选这个，但是还没有放榜。为什么我可以看到这些、有放榜就可以看到了、有正取还是被取啊？他选了哪些？像这个都全部选台北一、台北跟长庚，然后两个被取，一个正取，这么酷炫，就可以看到啊！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是交叉比对啊。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你前面的哪些人，他可能会选别的学校，他如果有两个正取，他也许会选别的。对啊，那会不会招到完全没有人？所以他备取要四十几个，几乎一倍啊！哦，他就怕前面全部都不来，那你后面就没全部都没有。对啊，那会不会连备取都填不满？有可能哦，全部开填，然后那个系就倒了，有可能？不会啊，他在分科再招进来啊。哦，可以再招，分科的名额就更多一点。所以啊，然后